今天买了个 3D 眩晕毯，来整一下海报，看一下它什么反应。我来吃鸡腿。不行，我再卡近一点。Later， 过来吃鸡腿呀，快点过来。来不来？不来，我自己吃了呀。吃鸡腿喽！过来呀，来，过来，快点，来嘛，过来吃鸡腿，快点，来呀，快过来。这不是洞，这是地毯，快点，过来，过来吃鸡腿，来嘛，放这里，来，你过来吃，来呀。过来吃呀，过来呀，怕什么？到底吃不吃？你胆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了？过来，过来呀，过来，过来。你鸡腿不吃了呀？你这个是地毯，不是洞啊！你看一下，对吧？过来过来过来，过来！你要笑死我吗？快快快，过来！来不来？你不过来，我把鸡腿给吃了呀！太极，太极过来，太极！你看，太极过来了，我给太极吃。太极好像也不敢过来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我拿给他们吃吧。